咁今日咧，我哋越界傾情啦，就請到阿傅女女啊，同埋我哋嘅主持阿二丁一齊啦，去玩一個遊戲啊。咁今日會玩啲咩？就係、是、我哋而家俾三分鐘時間你哋，係係啦，畫一樣你哋想畫嘅嘢，三分鐘。阿二丁似乎想畫著一個人樣出嚟，人樣似乎係冇錯。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我玩过的了，最容易画的就画自己，不要想那么多东西，三分钟通常都不太够时间的，因为这个时候见到呢，妇女娘娘又画了一只猫的物体，希望我没看错。好了，画完了，没有画了。好，已经及时完成了。首先啦，我哋睇下阿二令，不如介紹一下你自己畫咗啲乜啦？呢三分鐘裏邊，呢個你介紹先啦，嘉賓介紹先啦。呢個係我隻狗仔，叫咩名字？叫 Bruce。咁樣咧，呢個就我，咁我咧就問佢：Hey doggy，how's life？ 佢就 rough。你都係望住個骨頭嘅啦，諗住。咁樣 rough 就係 work play 啦 ，rough。阿二令，你又畫咗咩？試畫槍。其實，喂各位，我哋現場工作人員究竟似唔似拎咧？大家覺得似正唔似咧？各位可以講喎。唔出聲嘅大家，你放心，我唔可以掟你。咁多謝兩位嘉賓啦，今日。多謝曬 Jenny， 多謝曬。